那你等下你过拢无消息啊，左姐，人嘞？那杨婷在哪？有人无？发生什么代志啊？ 你是谁？你想要创啥？你袂当掠我去地洞哦！我还阁活嘞，不过我之前做唔着什么代志，我即马是活人，活人就是法官来判，不是你。今仔日我确实要要甲伊抓走，因为你的死期还袂到诶，我要抓的是死期的人，就是你妈叶尤。我妈死啊？要哪有可能？ 我妈即马做好手术尔，伊即马等在回复，你一定不唔对啊！爸，我袂当让你阿我妈。我伫遮死啊！我伫遮死啊！你袂当让我妈，做唔对代志人是我。 时间到啊，我自然会带你走。即马是你做的歹代志，因果报应伫你妈的身躯顶，因为你妈用错误的方式骗死你，所以你的手头才有遮尔侪人命。你妈的罪是比你更加重啊！没安尼，我甲你做一样，我甲你打。 确实是最近真吧，我甲恁走，我害死我的后生这种痛苦，都算讲爱我去十八层的地界，我嘛是爱承受。不是，不是安尼，不是安尼。这就是因果报应。亚优，你的罪孽这么重，恐惊是500吨，我无法度投胎啊。 您后生受到的痛苦，你赶快来承受遐痛苦，才会当赎罪啊！就是我，就是我，我原来我的后生被死，真正痛苦。妈，妈，妈，拜托你帮我，拜托你帮我，拜托你，拜托你。这只是开始。 等到地啊，迄油点，比这火更加烧，更加痛苦啊！你若是要烧，你就伤在我身躯，我甲你做唔到代志，我甲你打，跟我妈妈关系。莫莉卡，啊，你是虾米喏？拄则我安怎甲你叫，拢叫袂精神呢？ 我就是要甲你讲，叶律师今麦已经无生命危险啊！无生命危险，又搁拄则，左姐，你敢袂当赶紧带我去看我妈？